是马自强，这是我的飞翔故事。创作这种东西其实是来自于经验，那经验其实来自于生活历练。当一个导演，我觉得技术那个都可以学习，重点是你这个导演你要说什么，就这个最重要。我以前小时候，国小时候是打棒球，但是我因为 Michael Jordan， 我变成去打篮球了。对我而言 ，Michael Jordan 他是一个传奇，他已经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。所谓的运动精神就是这样子啊，只要用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其实任何不可能都可以变成可能。首先呢，我为什么叫马自祥？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志气翱翔。那我觉得飞翔这两个字字面上是腾空高飞嘛，如果你有机会做梦，你就不要做那种小眉小眼的梦，我们就来做一个一奔千里的梦。你在朝向这个梦想的途中，你用一种不放弃的态度，我觉得你会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赢得胜利。就算是你全力以赴输了，你也会输得骄傲，输得光荣。飞翔这两个字就是，你有机会做梦，我们就一奔千里。